老婆，你在哪里？快出来！我看到东西了，在新签约的超市附近看到的。一个人把孩子养大，他一定吃了很多苦。我们快点找到他，把他带回家里吧。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啊，过来关心我。那您要小心慢走哦。李灿，妈妈，你刚刚在跟谁说话？东西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七点 ，Even More 实时做，加油我的人生全台首播。